为了推广民俗文化，县府从9月3号开始和东岳庙合作举办牧场神将蝶鸣，邀请民众一起朗行安尬行囧，共同体验宜兰在地宗教文化。啊，我们这次啊，非常感谢我们县府啊，给我们这体验营的啊，伙伴啊，有补偿。刚才我们呢啊有介绍过，就是9月3号、4号、9号、10号、11号，我们的啊这个体验营的啊都是小黄牛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所以这个神像体验营呢，因为我们以前呢、啊、小黄牛看到神像他会怕，现在这样他就不怕。东岳庙林天福主委表示，短行庵为了避凶挡煞，多外表威武勇猛，感觉较难亲近，因此特别举办环保短行庵 DIY， 让孩子们接触短行庵文化，并透过小朋友的创意作品来延续传统文化。另外，县长林姿庙也表示，宜兰有许多丰富的短行庵，是庙宇文化中著名的神将窟，欢迎民众参加2022南洋妈祖文化节，一起感受短行庵文化，跟着妈祖绕境，祈求健康平安。南洋妈祖文化节赞！宜兰新闻记者赖福兴、实习记者黄博元采访报道。